问18052019，魂体被带到铁床地狱听审，举凡犯下邪淫、乱淫、亲属乱伦等污秽之事的罪灵，都要来铁床地狱惩戒。万恶淫为首，地府对邪淫的惩戒是非常严厉的。如再世阳人醒悟悔改，发誓不再淫乱，并且在阳间现身说法或作佛法，不失利益众生，劝众生不沉迷名利淫色，发心行善，皆可以这些善功德抵消这些罪孽，免堕地狱。位于铁床地狱城门前的左手边有一个小庙，执法鬼差压了6个罪灵跪在庙门前的地上，每个罪灵的背后都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黑洞，这是罪灵在地狱被惩戒过后的惨状，非常可怕。女罪灵 A， 我来自马来西亚，嫁给我丈夫后早起晚睡的为家里辛勤劳作，老公家族几代人住在同一个大屋里，我为这个婚姻吃了很多苦头。家族里的小叔未娶，长得英俊高大，很同情我，我偶尔会向他抱怨几句，他常劝我忍耐认命，有时会带我去庙里拜神祈求转运。时间久了，我们两个就产生好感，有了亲密关系。我乳癌死后，魂体手脚被套上锁链，让鬼差从城门口拉着来到下面的铁床地狱。鬼差哪边大声呼喝我们这些罪灵，让我们躺在布满无数铁针的铁床上，粗大的铁针刺入我后背几寸深，疼得我眼泪直流，嚎哭叫唤。一会儿就有大火从铁床下窜出，每根铁针立刻变得滚烫，这真的是痛苦的折磨。阴晴淫乱，我悔不当初，太迟了。家族里有人信佛，曾给我说过地狱火爆，死后才知道真实不虚。女罪灵 B， 我也是来自马来西亚，我嫌弃老公没出息没见识，我个性好动，常与女性友人出去游玩聚会，在外面认识一个已婚男子，我们两人隐瞒家中的伴侣发展婚外情已经有7-8年了，意外死掉后经冥界阎王审判，被鬼差带来铁床地狱惩戒，无日无夜的铁针火烤让我天天在地狱呼喊哀嚎，生不如死。我现在才知道真的有地狱存在，以前曾经和佛教的朋友到庙里参观过18层地狱，原来真的有，我现在就是在地狱受苦的其中一个罪灵。女罪灵 C， 我是 XXX 马来西亚人，我和前面两个女罪灵一样，也是婚姻不如意，和老公的朋友喝酒诉苦，他常劝我要往好的地方想，日子久了就互有好感，两个人秘密发展婚外情，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家庭孩子，交往几年觉得不能长久就分手，乳癌和脑癌死掉过后就被带来铁床地狱惩戒。我在这里劝天下的女人，就算遇到婚姻不如意也不能出轨，这些都是有报应的，你们没有受过铁床地狱的惩戒，不知道铁针刺入后背痛彻心扉的感觉以及火烧铁针的痛苦，地狱真的很苦很苦。女罪灵 D， 我是美国人，生前在一间小律师楼负责文书作业，在美国律师这个行业，不要看他们外表学历高，很多我熟悉的律师私生活都不检点，我见惯不怪，因为这里是美国，我在律师楼看过太多离婚案例，觉得婚姻是苦的，所以索性单身，反正觉得没有固定伴侣，我交了很多男朋友，分分合合，不小心怀孕就去拿掉孩子，我不想有孩子的束缚。49岁那年得子宫癌，我在医院接受化疗放疗还是没办法治好，死的时候是52岁。死掉几个星期后，有白鬼带我去圣殿审判，地府播放我的一生经历，神父说我不知检点淫乱堕胎，所以判我入铁床地狱惩戒6年，地狱出来投牛，我这个生前爱吃牛排的人竟然要投牛变成别人的盘中餐，地狱的苦我就不想说了，前面几位已经把我们罪灵的痛苦说得很贴切了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的灵魂是金色的和我们不一样？弟子看到这个场景无比感触，这是不闻佛法无明造下恶业的可怜众生，弟子是蒙佛慈悲念佛拜佛而得以净化心灵，所以不堕恶去苦。女罪灵 E， 我来自思想开放的荷兰，这里对单身女子很宽容，就算女子不结婚也可以自己生养孩子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我收入不错，
怀孕生子后和男朋友吵架，我一怒之下就和他分手了。可能是我任性，所以他受不了我的脾气。过后也是不断尝试很多份感情，可是就没有满意的。我貌美又有经济能力，每个周末夜晚都去酒吧喝酒，如果遇到合眼喜欢的男士，我就和他们发展一夜情。在荷兰这很正常。一次驾车遇到雨天，我超速驾驶，不知怎样车子失控撞向栏杆，意外死亡。死掉过后就直接送入这个地狱惩戒。我可能和太多人淫乱了，我铁床牌子的刑罚期限竟然要15年。下面和人间完全不一样，没有道德观念的人死掉过后都是在下面地狱惩罚。我现在才知道很痛，我生前是一个 manager， 完全不能忍受这种痛楚，还要15年，太可怕了。女罪灵 F， 我住在江 X 中国，我生前不信天地鬼神及菩萨的存在。江苏大学毕业后，因为出色的成绩成功挤入外国公司成为主管，几年努力工作，工作还是老样子，没有进一步提升。原本有一个男朋友，因为经常加班赶报告出差，聚少离多就分手了。后来我每个周末夜晚都跑去夜场疯玩，来转移我对生活的失意和不开心。如果不小心怀孕就偷偷跑去人流，我可不想当未婚妈妈，也养不起孩子。生前有一个同事是念佛的居士，曾给我佛书想度化我学佛念经，可是被我拒绝了。真的有观世音菩萨，我现在看到了地狱上空穿着白衣的观世音菩萨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地狱的惩罚很痛，我后背全是铁针刺入的黑洞，过后还要回去地狱受惩戒。早知道我就听 XXX 罪灵同事的劝说，信佛拜佛，相信因果报应，不做恶事。庭审结束后，不管罪灵如何哭泣，鬼差都会强硬把他们带走，继续在地狱里面惩戒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弟子马来西亚180519，答：人的精神受苦是真的苦，你们睡觉做梦苦吗？如果是一个很痛苦很害怕的梦，感觉就像真的一样。人死后就像进入一个梦境，要么上去要么下去，下去就很苦了。真的要死的时候，人不会执着了，都想通了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真的没意思。小时候在学校里，很多人死要面子，为了漂亮女孩跟别人打架争夺，现在想想多可笑，傻傻的有什么意思。地狱也好，人间也好，不要说地狱了，在人间做噩梦都受不了，好好修啊。